白覆膜带什么的直接出来了。那能怎么杜绝上面那些小白点儿？小白点这个的话是网板有个问题，网板有个问题，要插板，这板的问题，因为这个板的话实验室的，因为这块板的地方的话，因为现在因为咱们当时做实验用的，理论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风的，因为这个都是。这个效果还可以啊。啊，那现在你什么修复不太好？你拉的话。